这把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直接 F 六红石头人三开，直接抓下，上气了。抓完下，咱就抓上。啃 Q 二，对了，一会儿给你们表演一个啃 Q 二啊。可以给人一块钱，造成一点真实伤害，可以对尸体使用。如果我们把人杀了，一会儿就给他撒个币。你这个傻逼！可以对尸体使用，给他撒个币，送他一块钱。我来扛来，我来扛。哎一下，一扣耳裂，划了一手，比如，扣一下 ，A 一划过来，雕惩戒。先打大的，好，我们升了。下路怎么回事？这就一血了。这家伙我都没来呢，这。中路不好抓，我就不去了。我来看看蛤蟆。剑圣怎么回事？这剑圣怎么开的？三郎都没打，怎么升的级呀？吸点血。你可挺烦人的，我这一看，怎么的？我砍他，他有脾气呗。我把剑圣给带过来了，兄弟们，脾气还挺大。这么多人，我操！回上路，就把蟹打了。偷了 fuck off 混 ，fuck off 卖江狗，说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这速度！素质极差，先不打啊！这个野在这儿等，他在这里呢，他在打 F 六。上路这小子，我尝试一波吧。
都想让你回去了都。太亏了这。先升个六级吧。再打个 F6。我觉得所有英雄清 F6 都是最最最最最开心的，真的就喜欢清这 F6。再打个红 buff 我们就无敌了，可以了，我已经无敌了。回家，打不过，凭啥打不过呀？凭什么打不过？真马上已经无敌了，现在已经。走去上路，帮帮武器大师啊！武器大师挺难受的，我们帮一帮武器大师。我先来打个小谢谢，这边好像知道我要来呀，这样没有眼儿，来进个草丛。兄弟，这家伙，我确实是来错地方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别上那么早啊！着啥急呀？你这小龙没了，这咋整啊？你以为我在给你刮痧，其实我是在给你搓澡，小老弟。妖精是不是不能回家？回没回家，妖精？妖精还没回家呢，妖精，我帮艾克控波线。这里有眼儿吧？没有眼儿。可以来了，其实这上路再来一波啊，这波还可以抓，来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波。
等他冲来，上上上上上上上，这回上啊，这回上啊，这又害怕了。哎呀，该怕怕，不害怕瞎怕。我帮你把塔拆了。撤了，兄弟，该撤了啊！我们打个峡谷去，然后一会儿上来把他塔直接给他拆了。这样的落手永远也杀不了这武器了，知道吧？你一旦帮这个上路把塔一推，哎，就好办了。整路的线儿啊，行，我收一收。我这来直接这都不用怕的了，我们有风墙。把峡谷拿了，这人怎么的呀？这人，吸点血来。给谁了？给武器大师了吧？赶紧把上路拆了！武器无弧了，起飞了！打个红的，对，再打个 F 六啊！不是扔金币吗？你早说呀你！下回早点说啊，我忘了。打不能免疫控制吗？不免疫控制，风墙。明白风墙什么意思不？比如25，来给你扔个钱。丢，给你来一块。两块。三块，四块，五块，六块，我操，我的炮车，该回家了。真的捡钱了，这个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技能，它可以触发东西，比如说黑暗收割啦，或者是冰杖啦，面具啦。
走，上去帮武器大师的。给我抓他！好小的，这么嚣张！打了个 B 连击，哎呀，不太行啊！彪！彪！我落手呢，赏你一块。生气了，谁生气了？给我干他！生气啦！兜，再赏你一块，快跑！啊！扔钱扔死了。傻逼给自己傻死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回城呢？还行吧，二换二我可以接受，这是二换二还行。打个蓝 buff， 彪！这把没有那种收割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没咋收割上来这把，关键他们崩的也有点快了。这我一共去了几波上路，我去上路一波，我死一波。去上路一波，我死一波，这落手可猛了，猛的不行。来打个峡谷，这玩意儿打峡谷也挺好打的，直接一个滑铲走到他的背后。小龙没人要啊，一块，哎呀，我这得收割一波呀。彪你一下，投降了。给大家来个2500块现金红包啊，也到了我们的抽奖环节，来个小厨娘。